车是经由环线，经由环线开往左营方向，我一直去狂暴列车。环线车台北站九点十分开之后，前方沿途停靠板桥、树林、莺歌、桃园、中立、杨梅、湖口、新竹、竹南、茂隆、通霄、苑里、大甲、清水、沙鹿、彰化、园林、田中、二水、永六、永南、大林、嘉义、新营、龙田、彰化、台南、冈山，即在12:15抵达冈山左营站，请勿临时离开。为配合《宜化防治法》规定，本列车全面禁止吸烟。本列车全面禁止吸烟，请不要在车上冒险角落吸烟，请离开。为维持列车营安宁，请正常化。不要使用行动电话，请登记电子产品时转回静音或震动。携带上耳机降低使用能量，请配合。在此叮嘱各旅客有关于很舒适的旅程。稍后我们接车，下个停靠站为板桥站，下一站为板桥站。
Drawing Station.